当架车以时速超过70公里在清楚划有界线的道路上面行驶的时候，车道偏离警示系统可以以摄影镜头侦测路面上的行车线。这个时候如果车辆偏离行车线，系统就会经由踏盘发出震动警示，警示会在大概3秒之后自动停止。如果在发出警示的时候，驾驶者开启指挥灯，用力踩刹车掣，或者是回去行车线里面，系统亦都会停止警示。